那很多的臭宝呢，说老花鱼杜鹃太难养了，养不明白，也有的臭宝呢想入坑杜鹃，然后呢老花鱼从网上给大家选了一个，去给大家来一个从头到尾的教学。很多的臭宝呢喜欢养一些茶花杜鹃，其实它的产地呢多半都是在福建啊，然后呢老花鱼从网上给大家整了一点，咱们先开箱看看苗情怎么样。这是杜鹃，杜鹃是29.9的价格。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杜鹃，很多臭宝呢喜欢养杜鹃，这个呢是从网上29.9拍到的一个杜鹃，带了一个盆还送了一个小托盘，还是比较贴心的，咱们开一下看看。然后呢我跟新手花友的一个心理呢去模仿了一下，然后拍的是这种带盆摘好的，我看一下会不会降低一下养护难度，不带盆的会便宜点。然后呢29.9的价格叫樱桃红，叶子有一定量的脱落，这属于很正常。收到手之后呢，我跟花友们说啊，你们发现下面这种杜鹃它长下面这种呢，我给出的建议是把它摘掉，因为它上面长得确实哇塞，咱们下面的这种就给它摘了不要了，这种叫内藏嘛，尤其是大家养到的栀子茶花这些个东西，你别保留上面的。接下来咱们打开袋子，它会浪费养分的，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明白吧，它导致上面到时候开花不好，很多的花友都忽略了这一点，这是一个小细节。有的话说老花你真细，你来细呢。开开袋子检查一下，这个舒格拉芬被骗了，它其实就是给你塞了个这种盆而已，差几块钱，不是，其实它就是外边那种黑皮盆，你明白吧？我知道，它给你塞进去的。嗯，这个盆子在咱们这边拿回来蛮便宜的，好像1块钱多吧，1块多钱，1.3嘛，1.7忘了，厂家出货会更便宜一点，花苞的数量还 OK， 大家看一下灌幅还比较 OK 啊。其实这种你别认为他给你整了个盆来你就可以当懒人了，你看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根也给它揪掉哈，下面还有一个这个叶也给它揪掉，撸干净，换盆还是得换盆啊。一般养杜鹃的呢，他们都会用一些椰糠腐殖土之类的或者松针，很少用泥土能够把它养好的，所以说花友们你们买回去以后不要换泥土了，尽量的想要入坑的话就花点 money。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它得换盆啊，不换盆不行啊，你时间长了也是养不住啊。然后呢还是老规矩啊，要用排水透气好的花盆，稍微大一号就 OK 了，你看就这种感觉，下面垫一层底土。老花鱼的一包土啊是有5斤，大约有12升，可以说是养花园艺行业里面哈，可以说是天花板的这个土了。抓一把底土垫到盆底，就大概这种感觉，你给它铺平，然后把这个放上去。像有的话说施不施肥，可以施肥的，你像咱们这种健康的你可以有2种施肥方式，一个是像我这样直接往土里面加入这个贝巴蒂斯的缓施肥，对吧，多点少点无所谓，可以这种掺土用，看到没，别掺特多了就行了，你看着差不多点，每升土里面掺个5克左右是没问题的，这样垫入。后边的这个贝巴蒂斯缓释肥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的，100天用一次就 OK 了，肥效期长，它能满足植物的一个基础生长，用这种松软透气的土更加利于杜鹃的生长，它的根系是毛细根须，特别害怕烂根，它的抗逆性没有那么强，也就是大家说的比较娇弱的一些个娇柔的一些花。那杜鹃花呢其实是喜阳又耐阴的，它并不怕晒，你像这样换完以后呢，大家正常的浇水，如果是大家浇自来水的话，每个月来个1到2次的反沸水会更哇塞，如果说没那种条件的话，家里边有净水器的可以用净水器里面的水，或者是桶装的水，又或者是接一些雨水来储存着浇，自来水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出现碱性大，碱性大了以后呢它就不爱生长了，明白这个事，简单一概括。反沸水是推荐大家日常的用肥，你像撒入这个缓释肥的目的呢是基本够用，加反沸水呢是调节整体的一个生态，让它长得更哇塞，之后呢就静等开花就 OK 了，别的就没啥了，养起来这不很简单吗？其实花友们养觉得难就是一是盆没选好，它不够排水透气，而是土不行，你们觉得花了钱了买了营养土了，有的是都被骗了，你们可以怎么着呢，先买老花鱼的土，你时间长了你慢慢的去测试别的土，老花鱼的土肯定是能保证你质量的，因为咱从2015年一直卖到现在一点毛病没有，懂这个事就行。最后一步呢就浇水，很多花友容易浇水浇不透，尤其是现在天气热，我建议大家呢你类似于我这种搅个水桶给它泡，
泡上半个小时左右啊，你再给它滴漏出来，让它喝个透水，明白了吗？尤其是大家养的所有的花都是一个道理。别的没什么大问题了，觉得不错的花友呢，记得点个赞啊！其他有问题呢，可以视频留言。想看什么老花姨给你开箱的，你都可以在视频上留言，老花姨给你开。我是老花姨，我是最真，白了臭宝。嗨，嘿嘿嘿嘿。